要不这样吧，有空的时候你带我去你老家看看，对吗？哎，这个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老家呀还有好多好吃的，你像什么枣圆笋啊、青虾呀、乌鳖呀、酱牛肉啊呀等等，太多了。而且我们老家景色还美，你肯定会非常喜欢的。OK， 就我这么决定了。好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啊，是你美术馆的同事告诉我的。你来是？啊，我来是想跟你重新认识一下。之前南非的事情我很抱歉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怀疑，你们俩是合起来演戏骗我的。我们真不是因为要骗你才这么做的。完全是为了要应付双方的父母，假扮情侣，应付父母。对。但是接下去该怎么应付，该怎么做，我也不知道。但这戏呢，还得继续往下演。真的，想到这一点，我头都大了。在美术馆听你说那番话，我很动容。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们俩的共同点。我特别理解你重新开始的不易，因为这需要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勇气。就好比我放弃了国外投行不做，回到国内做八竿子打不着的木匠。所有人不理解，包括沈雪也是一样的。只有我内心最清楚，如果我不改变的话，我肯定会崩溃，所以啊，我必须要跟着内心真实的想法去做。这个叫自救。其实我们每人心中啊，都会被一个心魔所控制住。这个心魔就是别人对你的所谓的客观看法。OK， 这心魔很可怕，外表特别恐怖，但其实呢，你只要挥手一笑，他立马烟消云散了，不是吗？是。我心里啊，也住着一个魔。但你那魔跟我那魔不是一回事儿。你那魔是南非嘛，摄魂魔。大家瞧瞧，肖月才来了几天呢，这活儿就做得这么细了啊！不错，徒弟带得好，小蔡师傅有功劳。谢师傅。说老实话，原本我以为你在这儿待不久，没想到这段时间还真是把手艺给练出来了，不错。肖月啊，哎，说着吧，我最近呢接了一个新活儿。你想不想试试上手做家具？好啊，我这批订单是要仿制一批柚木家具，顾客要求很高，给的是国外著名设计师的图纸，要求做到一模一样，很有挑战，行吗？啊，一模一样，这版权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哎，没问题，人家是搁在家里的。哦，顾客说了，他是在一个家具杂志上看到的这些，说是绝版了，就是花高价到二手市场上都不好买，有信心没有？有。如果这活你拿下来，下个月的学费不用交了，我每个月给你开1万。一万这么多啊？嫌多减半吧。不多，这边最少的了。那不多。谢冷师傅。啊。
反正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干或者不干，尽早给个痛快话。OK， 我考虑一下，考虑好了我直接告诉你。你看看你现在啊，整天混在作坊，灰头土脸的，你像个什么样子呀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不见山是上海最好的木工作坊啊！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。你说你好好一个学霸精英，怎么就一头扎进体力劳动的圈子了呢？哎，你跟一帮工人们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的，你这一点都不讲究。工人怎么了？我觉得要比那些 party 上的大佬要可爱多了。你想啊，忙了一天，然后看着自己手上拿着那个花了一整天精力去做出来的东西，然后可以酣畅淋漓的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我觉得这种感觉你真的应该去尝试一下。哎，啊，至少我个人觉得要比做那些什么不知所云的大项目要爽快多了。我没时间跟你抬杠。或许是你的美式猎奇心理，对这种蓝领生活充满了好奇，可我就来自这种生活。我爸爸是个焊接工，每天回到家往床上一坐，那就是一块黑印儿。我妈妈呢，给人家当保姆，总是给我拿回来一些二手的旧衣服。这种生活我真的过够了，我再也不想回去了。哎，人就是要往上走的呀。你好好想想清楚，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你到底能不能做我的同伴？否则投入再多感情也是虚耗。哎呀，你说你，知道要开车还穿一高跟鞋，你直接穿一平底鞋不就完了？下车。直说吧，我不同意。您先别急着否决嘛。我没有急，听我把话说完啊。你们的雄心壮志我理解，但是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先把脚跟站稳了再谈别的。南非的科室空转了一个月吧，他没有领工资，账不是这么算的呀。咨询师不设，医生不以收入考核，现在你们又要投入这么大一笔钱来和潜在的客户对着干，你们这不是创业，是在自杀。老倪，那你觉得一家私立整形机构如何在业界站稳脚跟呢？是盈利还是品牌？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你品牌竖起来了，你不盈利，那不也得倒闭吗？南非啊，你是一个有良心、有医德的好医生，我相信你的出发点是好的。但是这笔投资存在巨大的风险，而且现在无法判断这款软件是否能够盈利啊。整形修复本来就不讨喜。病人杯弓蛇影，手术难度加大，摆明的是要打业界其他医生的脸。咱们何必扬短避长，趟这道浑水呢？修复是最能树立我们医院口碑和威信的领域。如果我们修复都能做得了的话，那其他美容类的手术更是不在话下。是，空转一个月，南非的个人工资不能填平我们医院的损失。可是这点损失，跟我们要是去花钱做广告来比的话，真是九牛一毛。我就当作是投资了一个长期广告，未来一定能带来巨大的收益。所以总的原则我不反对啊，我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评估风险，在一定风险可控的范围之内，咱们可以试。但是，之外呢，如果再往上加，骆驼也会被稻草压死的。
老聂，3D 人脸建模软件不仅能降低我们医生的手术风险，在病人那边也能排除他们的审美造成的错误判断。很多病人在做手术之前，他会说我想要这样的眼睛，这样的鼻子。手术完成之后，这样的鼻子和眼睛安在他们的脸上并不好看，他们会说是我们的手术失败造成的。这样的病人不在少数。这样吧，你们实在要做这款软件，咱们各让一步，明年等今年咱们医院运转上了正轨，各个方面都有了保障之后，咱们再来开发这款软件。那这样吧，这个软件我林骄阳个人投资，他失败了算我的，成功了医院补偿给我。林骄阳，你先别冲动。我觉得老倪说的也有道理。我已经决定了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不要因为个人感情影响医院收入。我还没那么幼稚，请您相信我的职业判断。不要跟我说你对南非没有意思。有意思，既然您看出来了，我没有必要隐瞒您。但是您放心，我自己知道工作和感情是两回事儿，我分得清。而且我也没有愚蠢到拿这样一件事儿去讨好谁。无论如何，投资失败一定会降低你在全体股东面前的评价。如果是我，我会选择保守打法。祝你成功。有事求你，谁要不要借钱？什么都好说。真的要找我借钱啊？我呢，想给医院做一个 3D 人脸建模软件，这样每一个来整容的人就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把自己的脸扫描建立，而医生也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来为他们设计最优的方案。既可以避免掉在想象力上面的误差，也可以降低整容失败的风险。哇，你这个想法真的蛮好的呀，是吧？不借。为什么？哇，你这种软件好难赚钱的耶。你需要多少？70万。你的存款加我的存款一共就80万，扣掉一些生活备用金10万左右吧，那就是70万。70万就是我们所有的钱了耶。知道。本来呢，林骄阳想要个人投资的，但这个方案是我提出来的，总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风险吧？所以你就让我陪你们一起承担风险。中国好闺蜜。咱们两个现在是利益共同体嘛，万一赔得血本无归怎么办？我后半辈子都给你打工。我后半辈子堪忧啊。你不要小瞧一个整容医生的收入行吗？而且是高端私人医院。那大不了从下个月开始我的工资卡交给你规划管理。好吧，这就行了。你要撞南墙，就陪你一起撞呗。敬我的中国好闺蜜，谢啦。这里面是70万，是我和齐佳怡出的，软件的投资算我们一份。不用。这个投资根本就无法计算收益，我是公司的股东，以后可以折算为成本。你们要是投的话，怎么算？
能不能这样啊？这个软件呢，算是我们整形修复科的投资。软件做好了之后，其他的科室如果需要使用的话，要购买使用权，购买的费用算我们科室的盈利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生意头脑啊！让生活给逼的。我大概预估了一下啊，这个成本需要200万，四个科室各花50万，来向你购买这个软件的使用权，这样你就能收回成本了。嗯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向其他的医院出手，一年的使用权，20万。OK， 这部分的盈利我给你个人提成。那这个软件的开发就交给你了。好啊，嗯，你有没有靠谱的好的软件工程师介绍啊？等着，可以和这个人聊聊。那你回去再好好考虑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南医生。不客气。进。南医生预约的陈女士已经到了。好，请她进来吧。好的。陈玉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南飞，我陈月云，陈月云，真的是你啊？是我，你的老同学陈月云。我看挂号单还以为是跟你重名的人呢。你是不是特别想问我干嘛把自己弄成这样？当初你在咱们班里还是大美女呢，都后悔死。我老公在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出轨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手机亮着，我想去帮他关一下，结果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说：“你的眼睛好大呀，一闪一闪的，会放电。”我当时就懵了。第二天，我就冲到整容医院，我就跟那医生说：“给我做个双眼皮儿。”完，医生还问我：“那你是要5年之内看着正常的，还是5年之后看着正常的？”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就说我要最大的，要那种看上去能放电的那种，咔嚓一下就给我拉个双眼皮。完了，眼睛弄大以后，鼻子又塌了，鼻子垫高以后，我下巴又短一截，下巴垫长以后，这脸型又不对劲了，然后就把脂肪垫给取了，还打了这个苹果肌，反正该填充的都填充了。整个这一套做下来，就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有一天，我老公突然跟我说：“咱们离婚吧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我连一秒钟都没思考，我就答应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那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尘埃落定的那种放松感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事业也算小有起色吧。可是你说我现在这个鬼样子，我一点自信心都没有。南飞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好吗？只要能恢复成以前的样子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我求你了。这个不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那种高级脸吗？对啊，其实他以前挺好看的。嗯。
虽然说脸盘有点大，颧骨有点高，但他鼻梁也高啊。嗯，眼睛是单眼皮，但挺大的，其实挺好看。哎呀，所以讲啊，要整容前先忍忍，讲不定过两年就流行了呀。整容啊，它就是会给很多人一种它是捷径的错觉，就觉得好像手术我啪一做，哎，我就扭转人生了。哎呀，是手术就有风险的呀，你弄不好就毁容了。是啊，所以说啊，这段时间呢，我就给所有来咨询的病人说同一句话：整容啊，它就必须要像报志愿、买房子、找工作和结婚那是一样的大事儿。嗯，你必须得理性、谨慎。你要全方位的了解，仔细的调查，反复的思考过后再做出决定。哎，那这个陈月云他还有救吗？其实他之前做的那些手术，大部分都是不可逆的，比如说削掉的颧骨啊，割掉的眼皮，缩小的鼻孔。其实面部结构啊，它并不只是加减法那么简单。像你动了骨骼，就有可能会影响面部肌肉的力学变化。一不小心就塌陷了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做了手术之后，很多年以后他就会觉得我怎么变样了，怎么不好看了，嗯，都是这个原因。像他呢，我只能说尽量的改善他现在面部的不协调，让他看起来自然一些吧。这听起来真的是一项大工程啊。我让他过一段时间来找我，到时候我就用 3D 建模给他做一个整体的分析，再制定一个调整的方案。所以你是打算接了呀？肯定要接啊！我要让他重新振作起来，重新面对人生。而且，他将会是我在自由之门的第一例手术。我支持你，你可以的。Hello， 干嘛呢？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工作呀？哎，我们是不是不问你，你就打算永远不说了？我怎么可能永远不跟你们说啊？我现在在一个私立整形医院上班呢。什么？私立的？嗯。你去什么私立的呀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以后你想在系统内都难了。我有我的想法，你呀就是一天到晚的什么道理啊，想法太多了，所以才这样的。是哪家私立医院呢？是外企吗？不是外资的。哎，林骄阳是院长，他能搞出什么来呀？人家可厉害了，人家那叫自由之门。是专门把林骄阳聘过来当院长的，而且林骄阳说了，他要把这家医院做成全世界最好的整形医院。吹吧他就！我告诉你啊，大医院那是有着学术功能的，将来评教授，那私立医院能评吗？我为什么非得评教授啊？教授是对技术的一种肯定，也是一种尊重。做医生就得一步步的有个奔头。听见了吧你？我现在也可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我的学术论文。妈，与时俱进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只要有空间让我发挥我的专长，在哪儿不一样啊？你呀你呀，你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等你撞个头破血流的时候啊，别在我们面前哭啊。你和焦月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谈恋爱啊。还能有什么进展？你说能有什么进展呢？那谈恋爱是冲着结婚去的。哎，我说你心里有点数行不行啊？你都多大了，还拖得起吗？人生不是只有结婚一个选项的。妈，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在医院里面独立女性雷厉风行，你说你老了，你老了你怎么就变成一个老催女儿结婚的小老太婆了？你这格局有点小了啊！闭上你的嘴！你还敢说起我来了？你不敢不敢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我遇上了一个高中同学，当年我们班他最早结婚的，嫁给了一个富二代，现在离婚了，整的
面目全非的。所以说啊，结婚不是衡量幸福指数的唯一标准。那吃饭还有食物中毒的呢，那你别吃饭好吗？这个生活和事业，你总得有一样让我和你爸爸两人放心吧。这样吧，你让焦月跟我们通个电话。他不在。对啊，齐佳怡在。来 ，Hello， 阿姨好。佳怡好。看看我们佳怡呀，是越变越漂亮了。谢谢阿姨。焦月什么时候在呀？你要干嘛？我上次没跟他聊透。你要怎么跟人家聊怎么透啊？别弄得跟逼婚一样行吗？怪丢人的。怎么丢人了？真是的。周末吧。行，就这么定了啊。睡不着了，我在给你扎两针，不是扎针的事儿。你倒是心大呀，我是在发愁南非的事儿。你说女人到了南非这个年龄，每增加一岁，那生孩子的难度和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。哎呀，你说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吧，防着他早恋；上大学的时候，盼着他成才。出国留学了，看着他读书停不下来，就又把他给叫回来，生怕他耽误了结婚生子。可是到头来还是耽误了。要学会放宽心，得放手，他自在就好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要想生孩子，那办法有的是。嗯，你说年轻的时候吧，总想在事业上啊取得一番成绩，可现在我明白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最想要什么吗？我最想要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天伦之乐。我不想让南非做什么女强人，我就想让她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就够了。做做温室里的花朵也挺好的。你这弯转的有点大。小的时候你就怕他成为温室里的花朵，冬天让他去冬泳，夏天让他去部队里军训，还不到18岁就送到国外去锻炼。他现在已经成为一朵茁壮成长的野花。你现在是想把他放在那房间里的花盆里，那会水土不服的。
先帮忙卸车啊。小远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前两天我看你就有设计图，然后我现在木工也出师了，就过来练练手。我这是工作室，本来就是要清静的。啊，你还在这锯木头，这尘土飞扬的，我怎么工作 ？OK， 我想好了啊，你不用担心，这木头呢，按照尺寸都锯好的，过来拼装一下就 OK 了。就算要加工的话，等你休息的时候我再锯 ，OK？ 哎，看看这么大一个地方，就你一个人，太浪费了。你说 OK OK？ 来，哥们，往里搬。哎呀，是，辛苦啊。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我找卢丹周先生。请问您是？我是南飞，跟他约好的。啊，我知道，卢总跟我交代过了，这边请。弟。卢总，您请的客人到了。南飞。你好，我是卢丹周。你好。听完您的描述，我觉得您想要的这个软件呀，不妨可以去找游戏公司或者特效公司去合作，他们应该有现成的技术可以直接用在这个软件上。哦，卢先生，我需要的这个软件其实不只是用来看的，它得能建模，产生具体的数据，比如说头围、眼距、眼窝尺寸，还得能具体的体现出颅骨的形状啊，还有肌肉分布等等。啊。这些需求确实需要你们医生的配合设计。不过，我觉得基础软件模型，他们应该会有现成。你想啊，他们平常做那个特效的时候，就会用到捏脸系统、动态捕捉呀什么的。如果能跟他们合作的话，我觉得会大大加快这个软件的开发进度。那就太好了，因为我现在正好有一个病人非常需要这套软件。那这样吧。我先去找一找，看看市场上哪家公司呢有这样的东西，而且愿意拿出来分享，好吧？行，那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您觉得够吗？男医生，工作效率惊人啊！那好，我一定快马加鞭。喂，弹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弹的挺好的。那能做吗？做是可以做，不过按理说这样的小项目工资是不会结的，但是见了男医生之后，我觉得也可以尝试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你们那儿的整形医生是吧？对，整形修复科的负责人。那他有没有可能因为工作之便多少也整了点？说什么呢？人家都是原装的，连个零件都没有放过。单身？陆丹州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对他打任何的主意。他有男朋友？不会是你吧？不是。那就好。哎，佳爷，你晚上有空吗？咱俩一块儿吃个饭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晚上我有约会。约会？男女关系的那种约会吗？不行啊。怎么全世界的人都在约会啊？要不我们明天？行，那一言为定。哎，正要上去接你呢。不用了。你今天穿的真好看。他们都是我公司的员工，还有我好朋友。啊，小秋来了，小秋来了。来
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？有试用期哦，三十天无理由退换货。不都是七天吗？七天有点短吧。嗯，你不要把我想成。 是到漂亮姐姐这儿来寻找自己的渣男，不是认真的。从第一次在咖啡馆遇见你，到现在，感觉都没变。就那一招。 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？哦，这个房子啊，可能比我年龄都大。不过这种建筑是越老越值钱的。哎呀，我可太喜欢这个厨房了，开放式的，我感觉好舒服。哦，这是以前大户人家的格局，你看它的厨房啊、客厅啊，空间都特别大。姐姐喜欢，她是搞设计的嘛。 那当然，姐姐可是女强人，我妈跟我说了，姐姐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在上海买下这么大一套房子，我可太崇拜她。她现在的客户都是一些高端客户，什么明星啊、企业家，刚刚帮隔壁装修了一套房子，人家就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高材生哎。哇，哎，姨妈，那姐姐为什么要离婚啊？ 这年头嘛，过不下去就离喽，又不靠男人生活的。不过一个女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独立，有本事。小姑娘，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，你担心的有点早吧？嗯，姨妈，其实……哎呦，来了来了，妈，哎。 怎么来了呀，阿姨？哎，你来了怎么不讲一声呀？你看，姐，好多年不见了，我想死你了。
你是？姐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小曼呀。小曼，嗯，这是你成都表姨家的孩子，小时候你们俩见过的。啊，到底是血浓于水啊！你看小曼见了你多亲，都这么大了呀。姐姐，你真的太有气质了，我跟你一比，真是差远了。怎么会呢？很漂亮呀。